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Hancock 全民英雄》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是 "water under the bridge"。例句是：电影里瑞说：“I have called a couple of times。”我打过电话了，而且还打了好几次。电影里面的官员，officer，他就说：“It is all water under the bridge, man。”过去的事就忘了他吧，老兄。好，water under the bridge 啊，我们来直译的话，它就是这个桥下的一个流水哦。那我们要怎么来联想去记忆这个惯用语呢？既然桥下流过的河水，那表示它就是流过去，已经变成了是过去不可逆的事实哦。所以说这个 water under the bridge 它就有这种已经成了往事，就不要再去提起它的一个意思哦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惯用语的一个记忆方式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大家。